小正男摆明靠害，方中信上美女厨房吓一跳啊！方中信、唐文龙同埋李灿森等等咧，前晚就为美女厨房担任嘉宾。一向系综艺节目欺客嘅方中信表示咧，佢系因为之前同阿萧正男一齐食饭，喺萧正男力邀之下咧，又话食物唔系想象中咁差，所以咧就答应上美女厨房担任嘉宾。点知一到场啫，就见到有保安坐镇，又灭火筒，又急救箱，又成咁，萧然咧都有啲惊惊地嘅，只系希望咧唔好屙得太犀利，就已经心满意足啦。基本上我都好少上呢啲节目，因为啊上次同萧正楠食饭，我话你上嚟啦，咁啊上嚟试下咯，但有啲惊啊，我见到 security 又灭火筒又急救箱咁，惊唔惊？我剛才吃了一個雙餸飯打底的了，喝了一個例湯的甜天，就算我想屙都不會屙得很厲害吧。有看過之前的幾集？有看過一下，但是很恐怖的。但我剛才我問過蕭正楠，他說都不是那麼嚇人的，都有可能撞到啲會真係煮到好嘢食嘅，但係佢話呢個機會都好微嚇，我梗係識煮啦。即係會唔會到時都忍唔住教佢哋？搞佢哋啊！點識佢哋啊？煮啲鑊鏟都唔識揸嘅喎，真係。咁啊，真係要睇下佢哋點煮法啦，真係唔係講笑。呢度過佢哋兩招啦，有男朋友就。可以煮俾男朋友食啦，冇男朋友就可以用啲廚藝嚟識翻男朋友啦，係咯。